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10月31号晚上宣布，希腊将就欧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新方案举行全民公决，同时将在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根据希腊媒体报道，信任投票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进行，而全民公决可能会在明年1月份举行。希腊政府的决定宣布之后，希腊股市今天开盘大幅下挫，欧洲三大股市也下跌。一些希腊民众表示，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在逃避责任。有民众认为，此时公决为时已晚。反对党甚至提出提前举行大选。当地媒体声称，全民公决将使政府承担高度的政治风险。根据欧元区领导人上月26号达成的协议，欧洲银行业将把持有的希腊国债进行50%的减计，而希腊政府推出的多轮紧缩措施是获得欧元区国家救援贷款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些措施触动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他在国内受到反对党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